很多家长而言，如何提升孩子的演讲力成了一道难题。这次展会上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中英文演讲能力测评系统，能够从多维度实时反馈相应的口语表达能力水平，并给出评分和评语建议，指导用户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和提升。在 AI 这一块的话，课前、课中、课后三个环节能够全面的帮助老师提升在线课堂的质量，帮助学生提高在线课堂的互动性和参与度。北京台报。